再投過書嘅喎。湯家驊議員，你有咩？但係就容許人哋入嚟兩分鐘，然後再停止表決咧？我想問一問嗰個道理喺邊度啊？剛才好多都未坐翻埋位，所以一直要喂請你只鐘係一分鐘，你冇可能俾人哋三分鐘之後才停止表決嘅喎，咁你即係違反咗一分鐘表決呢個動議係咪？你係咪帶頭？你係咪帶頭違反咗一分鐘動議啊？嗱，嗱，大家靜一靜啊！馬上停止發言，馬上停止發言。而家開始就係休會辯論，而家三分鐘嘅安排咧，就係第一位馮檢基議員。主席，係咪規程問題先啊？係。